经过他的超度以后，就变成大智佛。大智佛能够自杀，那以后被鬼抓走，还能够经过他超度，变成大智佛。老实讲，我也想自杀。我自杀了以后，有一封信给他，拜托你给我超度，我就变成大傻瓜佛。自杀的鬼经过他的超度，他起他的名字叫大智佛，莲系法师，西雅图莲系法师把徐瑞光介绍到他那，也是莲系法师在西雅图雷藏寺宣布，经过这个他超度以后，就变成了大智佛。我说那么简单成佛的话，我问我旁边的徐瑞光，你成佛了吗？他说一个自杀鬼，一个超度就能够成佛，释迦牟尼佛也不能了。释迦牟尼佛到了刀立天宫，见到他的母亲，也没有办法把他一下子就把他变成佛啊。谁有能力把一个自杀鬼变成佛的？释迦牟尼佛到刀立天见了摩崖夫人，只是讲佛法给他听，并没有把他马上接引成佛啊。他有能力把这个一个自杀的徐瑞光马上变成大智佛，我宁可自杀给他超度，把我变成大傻瓜佛，怎么样？